好，现在到了我们系统训练高级部分的最后一个小节，就是我们的脚下移动的训练。脚下移动的话，它有很多种方法，有的是小碎步，有的是并步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注意后脚跟身体的重心不能压在中间，压在中间它是不灵活的，一定是压在前面的。好，跟着我一些练习一些灵活性的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跟着我一起来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随便走啊，十。好，再来一遍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跟着我一起来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随便走啊，十。好。